杭州第十四中学创办于1904年，前身是省立女子中学，是浙江省历史悠久的百年名校，浙江省首批一级特色示范学校，全国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先锋学校。1996年，学校被评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。2000年，杭州第十四中学与原杭州第十二中学成功合并，办学条件有了极大改善。2011年9月，学校康桥校区正式启用，开启了一校两区的名校集团化时代。学校以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，让学生成为最优秀的自己为办学宗旨，以容短促长、追求卓越为育人模式，致力于学生人格和学历的有差异的和谐发展。学校以培养正气、大气、灵气的新时代中学生为目标，针对不同特质的学生，学校构建了目标多层次、内容多样化、评价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体系，并通过导师制和分层教育的培养模式，实施走班教学，使不同类型、不同层次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。在十四中，每一位同学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学校每年举办运动会、艺术展演、风帆杯大赛、校园歌手大赛、卓越之星评选、社团文化节等各类活动。学校目前有室内乐团、机器人社团、风帆文学社、动漫社、吉他社、街舞社、皇家摇滚乐队、足球社等近80个社团，极大丰富了同学们的生活，充分施展了同学们的才华。海纳百川，名师荟萃，学校拥有一支杭城瞩目的教师队伍，为每一位学子的成长倾注爱与智慧，其中包括全国劳模、国务院津贴获得者、全国优秀教师、省特级教师、省优秀班主任、省教坛新秀等省级以上荣誉的教师40余人。学校是省生物学科基地培育学校，是化学和信息技术学科基地，是数学和外语学科名师培养基地。学校曾培养出浙江省高考理科状元和文科状元。近年来，学校的高考成绩和学科竞赛成绩居浙江省前列，学科竞赛成绩尤为突出，目前已获8块国际金牌。学校高考一段线升学率达90%以上，其中实验班达98%以上。学校每年都要向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等全国著名重点高等院校输送大量的优秀毕业生。不少学生还从十四中走向美国杜克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加州伯克利和英国牛津大学、伦敦大学、帝国理工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。大家好，我是十四中2015届毕业生钟源，我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。我是林奇荣，来自于清华大学生物力学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映红。我是杨奇娜。我是郑慧。我是竹杰。我们毕业于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。我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张卓健。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裘毅。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思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大学张泽成，高中毕业于杭州第十四中学。杭州第十四中学师资力量雄厚，教学风格新颖，兴趣社团众多，相信你一定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难以忘记在十四中的3年生活，让我学会迎难而上，相信坚持的力量，更加自信地面对未知的挑战。老师的悉心培养和浓厚的学习氛围，培养了十四学子勤奋笃学的品质。十四中还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，风帆杯上同学们尽显风采，欢迎大家报考杭州第十四中学。随着教育新时代前进的步伐，全体十四中人必将步履铿锵，奋力前行，勇于超越，
期待与你一同携手追梦，共同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。